哎呦呦，我上完上午的第一节课了，今天是第二天。我因为上午只有一节，然后就是下午一点的课，所以呢我现在要回宿舍做菜菜。我的包里背了很重很重的东西，很重，我要回宿舍把我的包放一下，然后再去上下午一点的课，顺便再给我自己做个午餐。嗨，我到家了，我得先把这个碗洗了，我早上做的早餐还没洗碗呢。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冰箱里有什么。哇，自己做的柠檬水，煮个什么呢？煮点这个，就煮一个菜就够了，可以炒个肉。那我先把饭煮上。我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电饭锅。我的米怎么坏了？是坏了，是坏了，被割破了，难吃的。啊，好累啊！哈哈哈，我从国内带来的酒，陶米，搓搓搓。爷爷说米里有防腐剂，所以要搓它，直到陶的这个米不变白了为止。周围都擦干净。好了，哇，感觉这个饭应该快好了。五花肉，可是它要解冻了。我没有解冻，冻得像块砖。用这个捞一捞，把这个菜理出来，就是要把老的部分去了。不记得要吃什么的。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去，好痛啊！哈哈，好痛！哎呀，好痛！那就煮个玉米吃吧。包好啦，然后先把它煮上。手忙脚乱的，怎么打到最高？等你好，我想这个这么多应该也够了吧？这么多，这么多。好了，回房间看一下下午上课要准备些什么吧。看得到柠檬吗？那个就是我给自己泡的那个柠檬水，补充维 C 的。哎，我的妈！我今天怎么这么衰啊？放点歌歌来听，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我等我三个花花都给你们分享一下。等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他们现在的现状啊！这个呢，是我种在厨房的第二个，就是我已经拿它拍过照的，现在看起来它的状态还不错。然后还不是这个，这花也是香的，第一个花，第二个花，第三个花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看。我买了一个画本，用来记一些东西，休闲娱乐而已，画的有点丑啊。然后呢，是我的相机。很多的图片都出自这个相机了，都删掉了，都删掉了，我导出来就删掉了。还有个就是这个补光的这个相机，这个图就是在这个相机里拍的，挺出片的。这个也是，这可以伸很长哦。最近的挺多照片都出自这个相机的啊，我只能从这儿给你们看，或者电脑里给你们看吧。像这个，这个啊，这个就是这个相机拍的。这个色调的就是比较重一点的啊，就这个小相机拍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到波士顿的第一个周末。很多的同学啊朋友啊，然后就跟我说，你吃那个六婆串串香没？我说没有，我今天就想体验一下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美味。那我们就点个外卖吧，开整。既然是周末，那咱们就点一个豪华套餐，点个油碟吧，干碟油碟已经挺贵了，就是已经大概200块了。红糖糍粑当然是要点的啦，我喜欢吃的小酥肉，就点个他们家奶茶吧，哈哈。77.5
53呢。今天的餐费527 ，Oh my gosh！ 我也就是点了个串串香吃吧，527。这个到了之后，刚刚给我发信息说他已经放在那个前台了，然后让我去拿。我们先去拿吧，吃饭了，饿死我了。哇哦，我拿到了，先给他消个毒。酒精消毒，这个时候就准备吃东西啦，哈哈哈，有点期待。擦干净，手心手背都要洗的，让我们就开动吧。哦，拆开拆开拆开，为什么我的奶茶没有吸管？我怎么喝？喝个洞。我里面加了椰果跟爆珠，正极啊，管子在这儿啊，那我这样喝吧。嗯，套餐里的米饭，油碟子香油，葱姜蒜什么的，红糖糍粑，啥酥肉，给都打开。油碟，给弄上。我一般喜欢在里面再放一包辣椒面儿。晃一晃，嗯，看这豪华锅里都有什么？这鱼豆腐，还有烤，满足，嗯，好吃哎！做一个干碟，辣椒面，小酥肉，看这个干的吃。有点老，再裹拌呢。能吃到这个味道也不错了，想想自己前几天过什么生活。肥牛沾满调料，嗯，好香啊，当当当，还是有点辣的啊。我记得我之前刚来的时候，我就吃了一个火锅，我点的是大辣，一点都不辣，就是那个就吃完之后你就，嗯，我觉得我能吃一天两天。说不定明天早上还能煮面呢。上课的时候，周五的时候听同学说，魔力红在波士顿，就在我们学校附近的，就是一个叫什么什么公园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那边，就是他们有个演唱会，演唱会耶，魔力红的演唱会耶，他们很多歌我都会唱。I'm at a payphone trying to go home, I don't know, 还什么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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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, you tonight.还有那个什么 ，Here to the one， 哒哒哒 ，Cheers to the one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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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的 memory， 马上找出来，真的会很多的，这可不开玩笑。Just like anymore， anymore， like anymore， oh。还有那个 One more night， You wanna go round again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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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Don't mind know you， Don't not show you wanna move ya ya。I gotta move, watch out, I gotta move, watch out. 啊，如果我去的话，可以现场大合唱，是个多么爽的事情！我以前很喜欢这首歌的。There is a way not to drop me, she give me a full night. This is what the sound like. Whoa, whoa, whoa. 我已经感觉我在演唱会嗨了。他们的很多歌我都会的，本来想去的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只能在 ins 上面搜，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放着他们的歌心里安慰一下，跟着唱跟着跳一跳，继续吧，吃起来小糍粑，尝一下，嗯，黏黏的，Beautiful mistakes， 说多了都是痛，来日方长嘛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这个是吃了再说。嗯，鸡胗，酱汁好好吃。芹菜，鱼丸，我不知道这什么肉，可是很大块，应该是鸡肉。你们说我是不是只带了一条裤子？还不是呢，我带了很多裤子。
只是有两条黑色的西装裤子长得差不多而已，然后带了很多件白 T。 我真没有带很多衣服，我只带了一些就是够换洗的，反正我是看就是他们别人的笔记嘛，就说衣物不用带很多。就是我过来之后发现了好多衣服的品牌，就是又便宜又日常又好穿的那种。我没带什么鞋过来，还有一个我爱的肥牛，应该带一个运动鞋过来的。把这个肉片夹着饭也很好看。作为一个四川人，好像也就麻麻辣辣的东西，带味道的东西能够吸引我的胃了，就其他的就是吃一点饱了就这样。所以我居然开始过来的时候不是很习惯这边的饮食，然后就可能瘦了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看起来瘦了。然后打开了外卖的这扇大门之后，好像我最近就胖了点，反正我最近又不上镜，就可以放肆的吃。战斗力直线下降。吃一顿饭我吃不了很久，可能吃不了很多，但我比如说我十二点开始吃，我咔十二点十五可能就吃完了，但我可能一点钟的时候我又饿了，我又想吃，可能我就又会吃，就是咔吃一点，然后又饱了之后过了一会儿可能又饿了，然后又吃。我是那种不间断一直要吃的那种人。少食多餐型，可能要过个三十分钟，然后我可能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又开始吃啊。今天的分享时间到这里啦，耶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